Black Hawk 中文堂的平安夜，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马槽里，道成肉身，带着希望进入这个世界。那一天，天使歌唱，普世欢腾。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平安。
我叫黄尚仁，我是 Black Hawk 教会华语部的牧师，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一起上来到我们来参加我们 Black Hawk 教会华语部的线上圣诞崇拜，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欢庆圣诞。当然，我们是在为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来庆生，他2000年前降世为人，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有关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的一段圣经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那阵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嘅人登记户口。呢个系第一次户口登记，系喺居里纽作叙利亚总督嘅时候举行嘅。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与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口。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今年的圣诞节真的是一个非常跟往常不一样的一个圣诞节，不是吗？如果叫我年初，我来想，我万万也不会想到说，今年的圣诞节我是在网络上透过视频跟大家一起来过。而2020年这一整年，不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年，不是吗？又不着我多说，各位在这个疫情里面呢，已经看到了，也经历到了这个非常多我们以前从未想象、从未经历到的事情，不是吗？有这么多的想象不到的事情，有这么多我们必须要去重新调整的事情，很多人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不管是工作上、学业上，还是旅游上、回国探亲上，各种各样原本做好的这些安排，结果疫情一来，全部都打乱了。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逝去了，有很多人失业了，也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难过或者是可惜的这些事情。所以2020年真的是一个整体而言，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太如意的一年。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这一年的话，或许灰或者是黑或者是很灰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容词。今年是一个灰暗的一年，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在今年会失去这么多的东西，失去这么多的自由。那不只是这样，因为现在当我们已经到了圣诞节，都已经到了年尾的这个时候了，我们就会去想到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故事，我们会去想到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而在当时呢，其实我们如果按照我们一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会对圣诞节的这个印象或者是我们的想象，会是一个觉得哎，当时真的是一个平安，因为我们圣诞夜我们就叫平安夜，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平安、充满慈祥、充满和平和谐的一个平安夜，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晚上。但是事实上在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并非如此，他并不怎么的平安。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从耶稣的父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当时的心境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充满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时候，他们心中可能是非常的恐惧的。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如果看到约瑟跟玛利亚，我们就从玛利亚来说好了。小小的耶稣，婴孩耶稣，玛利亚会怀上他，这件事情来说，对玛利亚跟约瑟来说是非常意外的事情，是让他们可能感觉到非常错愕的一件事情，让他们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非常保守的这种风气来看的话，在犹太的这个社会里面，哎，玛利亚她是一个少女，他是还没有结婚，当时约瑟只是他的未婚夫，而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被娶进来，
就已经怀上了胎，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又不是约瑟，这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尴尬或者说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吗？这个有时候是要被犯上这个通奸罪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 会让他很紧张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是来自一个富裕，也不是来自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家庭，他就这样子的怀了这个身孕，然后呢又要面对一连串的无法预期的连串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第一，我们刚刚讲的约瑟还没有迎娶他，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是天使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要发生，那当然他当下是听了也领受了，但是他事实上真的懂得这个事情的重大性吗？可能也没有，只是一知半解的，可能就是凭着信心就是顺服了，对不对？就接受了，因为天使都显现了，所以他就这样子的接受。那再来呢是什么呢？是约瑟的话他情何以堪。如果我们站在约瑟的角度，这件事情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他选择相信了玛利亚。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后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又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件事情，又是充满的这个挑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需要去做这个户口的这个登记，他们要报名上册，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要求他们要去做这个户口普查、户口登记，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从他们的家乡，就是伯利恒的这个地方，然后要从拿撒勒呢到伯利恒这个地方。那这个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这个路程呢是大概80的英里，那大概就是从我们麦迪逊到密尔瓦基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如果按照当时的如果说走路步行的话或者是骑驴的话，可能也要4天的这个时间。当时的交通并不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这个路程你要想想看，玛利亚她又是已经到了她的产期了，她是怀着大肚子已经10个月了，然后还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旅行。他们并不是出去玩，这并不是一个开心的旅行，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旅行。他们要这样子走这个长途的这个路程，那加上玛利亚的这个身孕又靠近预产期，所以可能这个天数还要再拉长，因为不能走太快也不能让这个就算骑驴也不能骑太快，要慢慢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旅行又是增加他们的一个麻烦，一个难度。然后呢，好，到了伯利恒，到了要来户口登记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上有怎么样？也有可能会遇到强盗，也有可能会遇到来打劫的，然后路上也有可能会有野生的动物的袭击。所以因为当时嘛，这个有些人都还是得请保镖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富有的人，所以就还得冒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所以呢，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充满了这个各样的这个不确定性，而且又可能这个天候不是很好，所以样样的这样子的事情呢，都让我们看到说玛利亚跟约瑟在这个路途上它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一件事情。就包含说实际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没有客栈，没有住的地方，大家都满了，因为很多人都必须到伯利恒来登记户口，不是只有他们而已，周遭的各城各乡都来到这里，怎么办？没地方住。所以我们看到呢，结果呢，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是在这个马槽里，是养马的地方，是马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在马房。然后呢，降生的这个是马喝水的这个地方，那个是耶稣的床。他没有降生在人类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如果我们现在到大医院，我们的妇产科的那个产房是多么的干净，多么的卫生。
当时的卫生条件当然是非常差的，而且还是在马房里面，然后耶稣的床居然是个马喝水的这个水槽。我们可能想一想就觉得天哪，这个里面可能都是动物的味道，都是马的味道，哦，这个不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就是降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的诞生如此的谦卑的，在这样子一个卑微的环境里面，正如他怎么样来，他也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一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谦谦卑卑的过了这一生33年，然后钉了十字架，谦卑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的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连一个可以寄宿的地方都没有，没认识半个人，然后找客栈也都没有房间，所以只好在马槽里，所以的确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小孩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处境。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把他生下来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有一群牧羊人突然间出现了，闯进来，然后怎么样，要来朝拜耶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当时的这个玛利亚，你心情会怎么样？我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在这种地方，然后突然间一大群大男人冲进来，的确是让人家会觉得很紧张的事情。所以真的是一个晚上非常多的怪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这一群牧羊人，他们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刚刚的那个经文里面看到了，他们是在一个乌漆抹黑的这个夜晚。因为我们想想看，当时的这个牧羊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牧羊人在当时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政治经济地位很高的，他们其实是社会的最基层，社经地位最低的一群人。然后这一群牧羊人的守的是什么？夜班。夜班这个是最大家都不想要的这个工作，最吃力不讨好，晚上乌漆抹黑的，谁想要守夜班呢？所以这些人是最底层中的最底层。但是在这个黑夜里面，在这个我们看到是2000年前的农业社会，2000年的畜牧业，他们哪有什么照明设备？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完全是这个黑暗，可能是连一盏油灯都点不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有大光四面的照着他们，有光穿透过了这个黑暗进到他们这里，然后呢天使出现把大好的喜讯报给他们，
这是他们所经历到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平安夜好棒好光荣，因为什么？哎，主的荣光照耀他们，然后又有天使出现。可是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牧羊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当时的牧羊人是非常的惧怕的。我们刚刚经文里面看到他们非常的害怕，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在当时可能也是非常的害怕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人进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家都在经历一个之前完全没有想象到，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个事情。的确是一个非常的夜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夜，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平安夜，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好像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个夜晚。而天使知道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告诉这群牧羊人说，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的，我们是要来告诉这关乎全人类的大好消息，因为这个是要来拯救全人类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他们进入了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场景，也就是在那个荒郊野外一片黑暗的这个地方呢，他们把神的光带进了牧羊人的世界里面。这也就代表了这个晚上所降生的这位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个救主，是把光带进世界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真光，他要来照亮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而当时是这样子，今天也同样是这样，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能够有光明，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也要住进我们的心中。这就是圣诞的大好消息。然后这群牧羊人就跑去告诉玛利亚刚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就告诉他说，天使告诉我们，现在生在马槽里的这位婴孩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而正如刚刚的这些天使把神的光照亮在这几位牧羊人的身上，这个穿透的这个黑夜的这个光一样，耶稣基督也要把他的光照亮穿透到我们的人生里面，让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的黑暗都能够转为光明。天使天君都升堂，歌声美妙传四方，四周高山都回响，回应了这声嘹亮。Oh.
住喺死荫之地嘅人，有光照耀佢哋。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其实在耶稣他降生之前的八百年前，有一位先知叫做以赛亚。这位先知呢，他住在古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区，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黑暗所笼罩的一个世界。他所住在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缺乏照明，并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照明科技，他当然指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黑暗，是这个社会上的黑暗。他所住在的这个时代背景呢，是一个分裂的王朝，在这个分裂的王朝当中，国与国是对立的，也有许多不只是王朝，而是很多不一样的帝国，他们也是互相的在打打杀杀的，要来征服对方，然后不然就是要来杀戮对方，然后如果战胜了就来奴役对方，来掌控对方。这是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情势，在古近东跟中东地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不只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事实上在当时他们自己的国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是一个人在这里，有钱的人去欺负穷人，是这些有权势的人在欺压这些社会基层的弱势的人，是一个充满压迫、充满歧视、充满不公不义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以赛亚他所看到的社会是一个黑暗笼罩的社会，以赛亚所看到的黑暗是人性的黑暗。好，那我们从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我们把时间快转2800年，来到我们现今现在的这个时代，2020年的现今的这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现在有高科技，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照明设备，我们随时要有光都可以有光，只要有电，你接得上电，你有电池，到处都可以有光。我们可以在夜间举办大型的球赛，几万人同时在看，还是很亮，还是可以举办球赛。我们可以办这个跨年的晚会，对不对？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我们就算不出门，我们可以有很多漂亮的这个圣诞灯饰，在家里外面或者在家里里面都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人类不缺乏光，我们现在只要晚上大家整个城市这个灯火通明，点的亮，从外太空都可以看到。但是如果先知以赛亚他来到现今的这个世界，他还是会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黑暗笼罩的一个社会。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这种打打杀杀，这种杀戮并没有改善。我们看到世界已经分裂成了这么多200多个国家，然后一直都是有战争在发生，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因为军事科技的不断的越来越发达，反而变得更为可怕。现在连杀人都不需要眨眼了，因为一个按钮，现在连人都不需要，无人机就可以轰炸对方了，所以只会让人类更可怜，死伤更惨重，不是吗？而不用讲说国与国之间好了，同一个国家之内，我们看到同一个社会的里面，
也是一样，人与人之间，或是族群与族群之间，或者是商业的竞争之间，都很多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所谓的割喉式的这种竞争，完全不饶人的。这是人类的一个窘境啊，这是人类的可悲，不是吗？到处我们还是看到什么，很多有得到权力的人，或然后他们巩固权力的方式呢，是去欺压别人，尤其是那些弱势的人。然后到处我们还是看得到有很多的暴力，有很多的仇恨跟压迫。所以虽然说我们人类，我们征服了物理上面的黑暗，我们有了照明设备，但是人性、人心里面的黑暗完全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二节里面，他说什么？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大光是什么呢？要解决黑暗的这个问题，是要如何来解决呢？是要有更好更高的科技吗？还是要有更普及，还是更高的教育吗？还是需要有更好的启蒙运动吗？难道是要人类要更多的自我的来修行，或是有更多的这种心灵励志的方法要不断的出来呢？还是人类就是大家就更努力更上进，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就好了吗？不，那大光，那解决人类黑暗的问题的答案，是这位小小的婴孩。先知以赛亚说，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因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所以答案是这位婴孩，他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他要来解决人类黑暗的问题。那他要如何来做呢？后面就提到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也就是说，这位小小的婴孩耶稣基督，他要担起政权，他是君王，他要来用他的和平，用他的公义来统治。他的征服是一个平安的，是一个和平的，是一个充满爱与公义的方式。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掌管之中，就不再有欺压，不再有不公不义的事情，而且人类就真的能够和谐的彼此的相爱，能够把社会的繁荣给活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政权。今年是大选年，每次遇到这种政治上的这个大事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人类的政治，不管是我们的政治体系也好，是我们的立法机构也好，是我们的领导人也好，这些的政权呢，这些的架构呢，并没有办法替人类解决很多问题。有时候可以解决改善一部分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以稍微繁荣一下发展，但是呢，还是同时有时候解决一件事情，却延伸出更多的其他的这个问题。那有时候更不用说，如果是遇到不好的政权，那整个就每况愈下了。而再怎么样呢，真正的大问题是什么呢？人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这个解决。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完美的君王来到这个世上来掌权的时候，才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安定繁荣，有真实的平安，而且能够解决人类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人性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是一位完美的这个君王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节里面以赛亚书如何来形容他呢？他是要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这样子一个集四种角色于一身的一位完美的君王。奇妙的策士，他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能够来掌管这个世界。然后呢，永在的父呢，全能的父呢，他是有完全的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全能全知，
能够来按照他的这个权能来治理这个世界。然后永在的父呢，他跟我们是一个好像亲子关系一样，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称为他的子民，他爱我们就好像爱他的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有这样子一个为父的一个心肠。最后呢，是和平的君。和平之君是怎么样呢？不只是说 OK 世界上不再有这个打打杀杀，而是真真实实的能够让人心得到平静安稳，也让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真正的和睦，能够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生活，也让整个社会里面呢能够有真正的安定跟繁荣。这是一位和平之君要为我们带来的事情。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位完美的君王，他的政权呢要永远的长存。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最后说什么呢？他的国什么坚立稳固，然后呢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再来好好的看看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并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能够成立呢？是谁要来成全这件事情呢？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注意到这句话吗？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自己的热心要来成全这件事情，他对这件事情是有大发热心的，他对这件事情是他下定决心，他铁了心要来完成的，他热衷于这件事情，他一定要眼看着他发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一定会成全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类能够接受到的光明，这是一个新的政权，是一位新的领袖要来带领我们把光照进我们的社会里，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他是那位完美的君王，他呢是完全的是受到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在与他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来到世上是什么？神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世上为我们来做主来做王。他用柔和谦卑的方式，他是和平之君。弟兄姐妹，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来照亮自己，我们的黑暗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让光明产生在我们自己中间，因为我们自己就活在这个黑暗里。只有神才能照亮我们，只有神能够让他神圣的光穿透进入到我们的黑暗来把我们照亮。他要来能够在这个世上重新的整理一遍，他要来复兴万事，他要重新的把人类的社会重新的安排安顿好，让一切都能够回归到那个最纯洁他应有的这个样子。而在这个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当这个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它不只是要照亮我们整个国家或是我们整个社会，而是也要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因为神的心意不只是要让公平公义能够来稳稳的在社会里面能够实践出来，神的光神的拯救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他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当我们每年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圣诞的这个由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不断的在庆祝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的起始是，当然我们知道前面看到的，我们是在这个非常卑微的一个起点，是一个农村的姑娘，然后呢一群社会中最基层的牧羊人，然后呢在马槽里面的这个婴孩，如此的卑微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位马槽里面的婴孩，他要来改变人类的世界，他要来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弟兄姐妹，各位亲朋好友，真光已经照耀到这个世上来。2000年前，这位马槽里面的婴孩是世界的真光，他把神的光带进了这个世界，他就是那位完美的君王，他要来掌权，他要来建立他的政权，他要来拯救我们出黑暗进到光明里面，好不好？让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心，让神的真光照亮在我们心中，让这位和平之君也进到我们的心里来做王掌权，把神的光、神的荣美、神那真实的平安带到我们的心中。感谢神。让赞美声成王。
好，接下来这段时间就进入我们带灵节点灯仪式的最高潮。今天是平安夜，所以待会儿我在 Zoom 的这个会议室里面，我会点燃中间这支代表基督的主灯。所以各位请现在在我们的网页的下方有一个notes 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笔记的地方，有一个 Zoom 的这个连结，请大家进到这个会议室，然后在那里我会为大家点燃基督之烛，然后把这个基督之烛的烛光传递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共度一个美好的平安夜，庆祝我们救主耶稣的降生，好不好？我们就 Zoom 上见。